有三种不同品牌的干冰，请问你任意选购几支？四支，不论选好几种，也不强调什么，每一种品牌干冰至少几支？四支。哎，老师，它到底有几支？听我讲话，这里重点是什么？你这三种品牌，你只要加想要几支？四支是不是就好了？对吧？所以说题目可以告诉你，每一种品牌几支？四支。会不会有不够情况？每一种品牌至少四支，所以说有不够情况？不会。那这里强调是什么？有几种干冰 ？A、B、C 是三种品牌，对吧？行不行？那我在乎是什么？你可能这个买四支，这两种不买，或是买一支，这买一支，这买两支，对吧？不管怎么买，我在乎是什么？这三种加起来要几支？这三种加起来要几支？四支，是不是就好了？就好像把四个苹果分给几个人？三个人，对吧？对吧？就好像四支干冰嘛，分给几个人？三个人，意思有没有一样？对吧？哈，他拿一支，他拿一支，他拿两支，就是买一支，买一支，买几支？两支嘛，意思怎么样？就好像把四支干冰分给几个人？三个人，所以方法是 H 是多少？三取其四，四出来了，各位，可以哦，把这边看一下 ，OK。